唯二不会玩了，我变了一关上这一关，你们可以你大家可能知道这关我不会玩，没跑过，我很不喜欢这一关，他妈的粪关。看着地图跑，等下是左右弯。这一关是魔咒哎、欸，还好刚好遇到对手的鬼跑。哦，这边是 U 弯哦。我在认地图，你知道吗？是在乱带路啊！不会跑破纪录，破纪录有没有？有没有看到我跑成这样还破纪录？完全没有练，完全没有练。耶、yeah, ，加分！快笑死，大家都不会跑。啊、哦，34名。还没了，
欸，干！欸，怎么逆向？不要尾流。刚刚陷阱区超好笑，他刚刚直冲，他先被我奶，他先被我食物害到，然后我过去被石头踩到。好，先面尊重的解说，还好啦，我现在没有很僵，我现在大概就是一半一半啦，有一半小热张安安安安。硬要走第四跑法，直接掉到第八区，没关系，我喜欢从后面来。那个八道一的故事吧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端游？其实端游的巴西。你知道这一关跟那个手游的跑法差很多。哎呦，第二咯，第一名我来咯。没满，没机会啊！扫地了。第一名是失误啊，我投失误。可惜了，第二圈才跑啊。嗨，绝神。嗨，醉安安。地球被挡住了，
哎，帅东东安安，超车，安安，送他一个，是个高手，安安，哦，帅东东讲述我12年前。对啊，我起步好慢哦，是网络问题吗？总觉得我每次起步都要从后面来，每场都要练后追。车，对啊，按很带，也不算被带到了，我自己没处理好，被杀了，等于说。